他是一个山东的。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猪八戒才会。这返祖现象，这确实是个返祖现象。太棒了，好棒！你长得好漂亮呀。姐姐会吗，妹妹？好，姐姐不会。哇，你真厉害，你终于超过你姐姐了。睫毛好长啊！啊，对了，你喜欢红灯还是绿灯啊？来，孩子非常诚实的指了红灯。你可不绿灯呀？咦，亲家母，哎呀，你可不能。咦，对了，随便你，你随便问。你闭上眼睛，我们看，我们一会儿拍的是红灯还是绿灯，好不好？你应该哪个出来都是绿灯。哪里了呢？我怎么说成湖南话了？你摁一个，你摁一个。哪个出来都是绿灯？对啊，一二三，嘣，拍，没得事。怎么又变四川话？你拍嘛，没得事，啪拍拍下去。你觉得今天你和姐姐的表演好不好？好。你们要不要通过？要。通过按哪个键呀？一二三，拍下去。谢谢。哦，惊天动地哦。好，妹妹拍了，来，姐姐来，来，你俩都拍个够。你一会儿叫奶奶来。奶奶准备好啊！非常好，你看我们这，奶奶，要不这会儿你也跟刘老师坐一块儿，咱们就一起，因为我把奶奶抱怀，我把奶奶抱怀里还可以，我把她妈妈抱怀里就不合适了，来她爸，对，来吧。来，爸爸过来。对，好，这样啊，来坐我腿上。红灯也好，绿灯也好，都没关系。